这个水滑效果非常漂亮，但是身体垂直的角度略差一点点。证明其实它是有这个调整一下，它调整的不错，否则的话就直接过去了。对。那所以它倒水赶快做一个滚翻，把这个角度控制好。推。哦，漂亮漂亮，比之前的两轮同样的动作，水花压得更漂亮，完成的更完美。 所以分数相当的高啊！接近10分了，快！对，在空中你看，抱体收的也是抱得很紧一样。对对对，它帮助翻腾的速度更快。哦，打开的略偏早，水花是非常的漂亮，压得非常漂亮，但是从它的垂直角度来说，还是略差一些，有一些不够。 只能说他这个压水花的技术相当好，非常到位了。但是从这里看很清楚，这个角度还是有点倾斜。不够，对。角度可以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哦，这个动作漂亮。跑台的动作它不能跳得太远，跳得太远了它完成的打开就比较难，一定要有一个高度它容易打开。 还获得9.5的高分啊！又一个滑压的更平，起跳可以，不错，漂亮漂亮漂亮，这个是起跳、空中姿态、入水效果都非常好。哦，9.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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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包揽冠亚，追了哟！水花漂亮，水花漂亮。但这样简单的动作就应该跳出这样的水平。这么说，丁老师，可以简单的动作你应该做到完美，所以你才能上更难度高的动作。你简单的动作你如果达不到高分，难度又没办法上，分值也没办法。